北横国小的学生摕到台农82号幸福家己米，一支半入去田内底。家己市市长王明辉嘛，甲鞋仔脱起来，和小朋友做伙体验半田的趣味。北横国小为着庆祝教师节，日前特别举办尊师重道活动，除了推广家己市在地农产品牌，嘛，让学生了解尊师重道的道理。九月是教师月、敬师月，那我们也让孩子借这个机会来了解，其实种稻插秧的辛苦，还有整个过程，我想务农的辛苦。我想北园国小一直用稻香北园作为校本课程，在这里面体验的每一个农民们他们辛苦的耕种以外，更重要我们如何借由这样来安排做食农的教育。我们希望有孩子有一天自己种的稻米，那我们自己吃，而且能够给大家就在这一亩田当中，让孩子学习的更多。北横国小的半田课程已经进行几六冬，老师和学生在学校内底一亩田栽种稻啊，边啊阁有种几六丛花果，生态环境是相当丰富。嘉义市市长王明辉表示，透过半田活动，让学生培养爱乡爱土、尊重土地和生命的情怀。未来稻啊，若是收成，阁会当让学生吃到家己栽种的稻米。是非常有意义。全嘉义市小学生种稻大概是十年前开始，然后现在全嘉义市只剩下北园国小还在小学生种稻，这个精神非常难得。我们未来小学生种稻希望从北园国小开始扩充成食农教育。由嘉义农气所吴永培博士所研发的台农82号嘉义米有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，透过推广活动，希望未来农民栽种的稻啊，唔免再使用真侪农药和肥料，就会当种出好食的稻米。即个和北横国小合作，除了半田，学生嘛用臭米地放地给老师，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。记者就是姓蔡宏报道。